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不太好受，再加上一个窝是更难受。这个窝字啊，有的不认字的人呢，就把它念成一个伪字，不打一般的再叫人把它念成伪，一个伪字。有的出家人也把它念成一个伪字，不一切苦伪啊，这也有讲，有可以讲得通。怎么说呢？这个伪他认为是危险，是危险。这个窝呢是个窝难，这个窝难和危险意思呢没有差十万八千里，大要差只差一个头发这么多。可是啊，各位要知道，差之丝毫就谬之千里呀、啊。你差一点不是吗？那个地方啊，到你目的地啊，就远了很远很远。所以这一件事啊，是我想象不到的，这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我先学中文呢，好像那个果线之类的，切记要认清楚这个字。这个字啊，是读一个窝字，不是读伪字。听清楚了吗？要特别注意的，只有一点点你念错了。人说那个外国的果宪法师连个心经都不会念，一个窝字他念成一个伪字了，那可真危险了。闲话少说，咱们现在讲这个经文啊，度，怎么叫度呢？度脱，怎么叫度脱？度脱就是离苦得乐了，这叫度脱了，也就是改脱了。那为什么不说改脱一切苦厄，是度脱一切苦厄？这是接着上边呢，照见五蕴皆空来。因为能照见无蕴皆空，这个度啊是有修行的意思。你虽然照见无蕴皆空了，但是还要修行，修行啊才能度一切苦。你要不修行呢，你单单照见空了，你活该你照见空了。你照见空了又有什么用啊？你照见空了，就是你知道是空了，就是你观感觉到是空了，但是还得要去行去，这是所谓理随顿悟，事徐渐修。你那个理论明白了啊，你明白它是空的，空了你要去修行去才能度苦。如果你要单单知道它是空的，而你不修行呢，也就空也没有用啊，有也没有用，空也没有用。你要去修行，要去躬行实践，这个度啊就是躬行实践，
要你实实在在的去修行，实实在在的去做去，啊，不是口头禅的，是不是啊？开了悟了，得到到了三藐三菩提了，开了悟了，怎么样开的？怎么样得的？怎么样证得的？得了三藐三菩提。这说是说者容易，行者难呢。说的是一个法，行的才是道呢。所以啊，你能说必须要能行，你知道是空了，你又要去修行，皆空而修这个妙有，借这个真空而修这个妙有，度一切苦厄。这一切苦厄呀，不是一种的苦厄，所有的苦厄都包括在内了。啊，所有的苦，三苦、八苦、无量诸苦，这三苦啊，就是苦苦、快苦、行苦，又叫三受。第三苦啊，又叫三受。所以等有人讲经讲到三受，问你什么叫三受，说那我不知道。三受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也叫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这叫三受。什么叫受呢？受就是你所接受的，你接受这个苦，接受这个乐，接受这个不苦不乐。苦苦、坏苦、辛苦，这苦苦就是那个苦受，坏苦就是那个乐受。那乐呀，你不要以为乐就没有苦了，你乐会坏的，坏了就有一个坏苦，乐会坏的。不苦不乐受，说那是不错咯，也不苦也不乐，那叫行苦啊，也没有多大意思。这个是三苦，还有八苦。八苦是什么呢？就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谁能没有生？没有生，有生就有生苦。谁能不老呢？啊，说那小孩子死了就没有老就死了。那个虽然没有老，但是他根本就没有一种的知觉，就死了，死了。不错，他没有老。但是他有病苦，有死苦，啊，也可以说他有老苦，啊，怎么说他有老苦？他死那天就是老了嘛，要不老怎么会死啊？说那他小孩子，小孩子也就变成老了，啊，小孩子就变成老了，因为他死了，所以也就可以说是老了，他的寿命。没有一个过程，所以也就可以说是老了。可以把这个忧生啊，到死，到死的时候就是老，要不老怎么会死啊？啊，给他缩短了他这个生命，那么他也没有避免这个老苦、病苦，哪一个也不敢说。说是病是不苦的，是不是啊？病都是很非常痛苦，你就开了悟了啊，你生了病还是一样苦的。释迦牟尼佛还有金枪马麦之道啊，你想没有劳苦，没有病苦啊，释迦牟尼佛怎么有金枪马麦之道呢？
因为释迦牟尼佛呢，在往昔阴历的时候做小孩子，那个地方有一个大鱼，在那个人呢都没有东西吃，那就有一个大鱼啊，在这海里啊被人拖到岸上，大家这个吃这个鱼，在没吃这个鱼、没杀这个鱼之前呢，释迦牟尼佛呀 就用一条棍子到这个鱼头上打了几棍，所以佛成佛的时候啊，还这个头啊常常就有好像相刺的那么痛，这个惊枪。麻脉之报，麻脉之报啊，是释迦牟尼佛呀，在阴历的时候，那就说一句错话，说啊，这个说一个修道的人呢、啊，说你这个修道啊还不够苦恨，你要苦恨啊，真正的修行修苦恨的话，你应该吃那个马吃的麦子。等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之后，就去结下安居啊，到一个城里头啊，这国王不供养他，借给他这个马吃的麦子给释迦牟尼佛啊和这一些个比丘吃，这都是啊因地所造的业，在果地上啊都要受报的啊。这个病苦、劳苦、死苦，死人人都不欢喜死，为什么呢？大约就是苦，因为苦的关系。欢有爱别离苦，愿增慧苦，求不得苦，无因居胜苦，这种种苦，所以叫诸苦。然后现在修行呢，可以把这个三苦、八苦、无量诸苦啊，都免去，所以这叫度一切苦厄。那么这个度一切苦厄啊，我有一首偈颂，读出给大家听一听。渡过苦海出轮回，雨霁天晴月正归，前缘道体人中圣，不坏金躯世间稀。怎么叫渡过苦海出轮回呢？这个一切苦厄就是苦海，你要渡过这一切的苦厄了，就要怎么样呢？就要脱出这六道轮回去，脱出地狱、恶鬼、畜生、天人、恶修罗这一切的苦厄，超出这个轮回。雨霁天晴月正辉，这个时候就好像这个雨季，雨季，季就是不下雨了，这个雨停止住了，天晴了，这叫季就天晴，月正辉呀，这月就在空中那儿正发一种光辉，这叫雨季天晴月正辉。这就比方什么呢？就比方俺们这个五蕴皆空了，五蕴皆空，也没有云，也没有雨了，没有云雨，这个天就晴了啊，侯月当空，万里无云这种境界就是
与生出真正的智慧，照了一切。这个时候你因为度过一切苦厄了，所以才说前缘道体人中生啊。你这时候正流啊，这个初果啊，你身体啊可以说是啊纯阳了，前缘道体。前是属于阳数的，是这个易经上啊它是纯阳体，所以叫前缘道体。这个修道的这个体人中圣，这就是人中的一个圣人，不坏金躯世上稀。你这时候啊正得初果，虚脱还呢断了见毁八十八品的见毁，做了八十八品的见毁，所以呀、啊，这个世上很少的，你这个身体呀、啊，啊，就是不坏金躯了，世上很少很少的，啊，所以说，脱生何须千年药啊？这又说这个，你古来呀、啊，秦始皇，啊，要到蓬莱仙岛去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药。了生脱死，那么这个呢，你不必到去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药啊，你只要度一切苦厄就可以啊，愿意活着就活着，愿意死就死，这生死由自己啊，阎罗王他管不着了，就好像那个菩提达摩啊一样的。正灭何须万劫期呀、啊？你正得呀，这个灭就是四谛法，那苦寂灭道啊。你成了道了，你的正灭，正灭，你得到的无余涅槃呢，不需要啊百千万劫那么长的时间。很快就可以证得这个这种啊无余涅槃了。二死永亡，五住净，逍遥法界任风息。你证到这种的度一切苦厄，超出轮回，得到这个金刚不坏躯啊，这时候二死永亡。二死，什么叫二死呢？是不是要死两次啊？不是死两次，而有两次的生死啊。怎么有两次的生死呢？有一个分段的生死，有一个变异的生死，这叫二死。分段生死在呀、啊，这个正德呀、啊，罗汉聊了分段生死。那么变异生死呢，必须要啊证得菩萨的果位。那么现在呀、啊，这是观自在菩萨，所以呀、啊，对变异生死也了了。也亡了、这个亡啊当然没有讲啊，有的人他以为是死亡了呢，这个亡不是死亡的亡，就是当没有讲，而今无矣，那个大学生说而今无矣，就是这个亡字就读无啊，读成无。那么俺们也可以读亡，也可以读无，但是讲呢就当个没有了讲，两种死啊都没有了。无住尽，这无住啊是 无住的烦恼，无住的烦恼啊
是什么呢？是建筑烦恼，看见了见，居住的住，烦恼的烦恼。那么本来叫见爱住，欲爱住，第二种是欲爱住，第三是色爱住，第四是无色爱住，第五种是无明爱住。那么这五种啊的烦恼，因为这五种的爱住，所以有所指着，就变成五种的烦恼。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他把这五种的烦恼都没有了，所以说后边这一句那么要注意一点，逍遥法界任东西，逍遥，逍遥啊，也就是那个自在的意思，自在也就是这个逍遥的意思，逍遥也就是自由的意思，自由也就是快乐的意思啊。所以呀、啊、这很快乐的啊，很快乐的，怎么样的呢？可以随便去旅行，随便去啊各处跑啊，旅行啊，这个任东西啊，不用啊，你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随时欢喜去就随时去，你欢喜到东方琉璃世界，阿弥佛那个世界，也就啊随时都可以去，你欢喜到娑婆世界，那更不成问题啊，更没有问题了，也不需要到领事馆去申请一个护照，办的一些个麻烦的手续，就是你想要去就可以去，这叫啊逍遥法界。这个法界呀、啊，不止东西，就南北也包括在内呢。不单南北包括在内，乃至于上下呀、啊，十方都包括在内。这法界，你愿意到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都欢迎你。啊，没有说啊，你想到这个某一方去，某一方说是不欢迎你，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啊，不给你入境，不会的，你爱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所以这叫逍遥法界任东西，你看这种境界多快乐，多自在啊，多逍遥，多快乐，自由平等，这是真一个真是真正的平等的法界性。你到第二死永亡无住境的时候，就能得到这样的自由，这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在，真正的逍遥。舍利子，那个舍利子啊，又叫舍利弗。舍利子，这个舍利是梵语，这个子啊是中文。舍利弗，这个、通通啊，这是梵语。这个弗也就是个子，子也就是梵语的弗，所以啊，你念舍利子、舍利弗，这是一个意思。这个舍利子啊，他呢，这个舍利子啊，在中文的意思啊，说舍利子，什么叫舍利子呢？就是一个坚固的意思。这什么坚固呢？是智慧坚固啊。所以这个舍利子是坚固征，亦作秋露母衣行。这个梵
译它成中文的舍利啊，就是秋鹭。那个秋鹭鸟是就在海上啊一种的大的那种秋鹭鸟，就是鹰。这种鸟啊飞得很高，它有这个望远镜，它那个眼镜呢就好像望远镜似的。那个鱼在海里那么走啊，这鱼正在水里往上浮呢，它在空中就看见了，看见就像那个火箭那么快呀，跑得下来就把那鱼给叼起就吃了，啊，就因为它那个眼睛呢看得很清楚。人这个舍利呢，就是这个秋鹭的鸟这个名字。这是啊，印度啊，它有以父为名，又有以母为名的，又有父母合名的，这个起名字。那么这个舍利子呢，是单单以母为名，这舍利是他母亲呢，就叫舍利。子是这舍利的一个儿子，所以叫舍利子，是坚固正，亦作秋鹭母一形，是依照他母亲的那种形态啊起出来的这个名字。界定原名朱光宪呢，这舍利子啊，他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啊，都修定、修慧、修戒，修持这个戒定慧啊，他圆明了。戒也圆满，定也圆满，慧也圆满，所以啊好像那个珠子放光，那个珠子啊，所以说珠光线。行解相应体论用，他呀又修行啊，是又小教啊，所以他这个智慧就大。体论用，他那个身体呀、好像那个玻璃琉璃体似的，体玲珑。大智云和音调，什么叫大智慧呢？怎么叫大智啊？就是因为啊，有一般的愚痴人呢表现出来的，因为他和这一般愚痴人不同。愚痴人呢是做事颠颠倒倒的，明明的说得很好，但是一做啊就做坏了，就往坏了做，这叫啊就是愚痴。那么他这种智慧啊就不会啊迷，不会啊明知故犯，不会啊这么样子颠颠倒倒，所以啊这叫大智慧。善变一在母腹生，你们各位都记得啊，这个舍利子在他妈妈的肚里头的时候，他母亲本来和他舅父啊他们辩论呢，但是他母亲呢辩论说不过他的舅父，因为他怀这个舍利子的时候啊，他舅父啊在和他谈论什么论义啊，谈论道理的时候，屡次屡次就被他辩论倒了，这个他这个舅父啊就说不过他母亲啊。以前讲过好多次了。那么于是乎啊，他舅父就去学这个印度的那个外道的那种论义，那么回来的时候呢，舍利弗已经出家了，跟着佛出家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因为他在他母亲府里头就能帮着他母亲呢、辩论胜了他的舅父，所以啊善辩已在母府胜啊。圆觉具此真实智啊，这种的大智慧啊，不是单单舍利弗尊者呀、他有这种的大智慧，就是啊
人人都有这种的大真实的智慧的实质，可是啊，人人都不用它，把它忘了。如果你人人都可以用这种智慧，人人都有的，岂不曹溪宝林峰，这个真实的智慧啊，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曹溪。曹溪在什么地方啊？曹溪在诸广义中马大南华寺那东西啊，曹溪啊，说那个可那个什么的，那么远，我怎么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取去呢？在这个宝林山南华寺，那就是曹溪，那就是六祖的道场啊。在那边，这个旅途太远了，我没有法子去。好，现在不必去。你们每一个自己呀、啊，每一个人自己也有这个曹溪宝林峰。啊，不必走这么远去找去，就在自己的，你自己就有这种的，智慧，你自己呀、啊，本体上也就有这个曹溪宝林峰，啊，所以不必跑那么远去求去了，这个智慧就是在你自己那，怎么样去求呢？你就把你那个颠倒心放下啊，把你的妄想心呢、啊、放下，你自己呀、啊、用功参禅打坐，就可以得到了。这就是啊，曹溪宝林峰，就是啊，参禅打坐，坐到那个地方就像宝林山啊一样，啊，三不一空，空不一散。即是空，空即是禅。禅，什么叫禅？就是有形象的，这谓之禅。什么叫空？就是无形象的。无形象就是空。那么怎么又说散不异空，空不异散？散即是空，空即是散。这是啊，说的这个彻底的一个了义，是究竟的一个真理。这个山，咱们所有的这山河大地，凡狼乌蛇，这所有一切都是山。那么这个山在什么地方？山就在这个空里边。这空又在什么地方呢？空也在这个色里边。色和空，所以说是不二。色不异空，是没有两样。空不异色，这空和色也没有两样，是一个的。这个空包着这个色，这散也包着这个空。在表面上看的是两个，但实际上当然是一个。好像这个散，你把这个就拿这张桌子当个散来讲，
那张桌子啊，放在这个地方空的位置啊，就被他占领了，没有了。你把这个桌子一拿开呢，那空即可就现出来了，这个就又空了。那么说没有拿去那个桌子的时候，这空有没有呢？也是有的，不过被这个傻哎给占领了，并不是没有那个空间呢，并不是没有。按说那个傻哎那个地方，有空那个地方，有没有傻哎呢？有空那个地方，也就是啊傻哎的根本，有星彩。咱们那个傻哎啊。说色即是空，我们把它分析开啊，就变成空了。怎么样子呢？咱们这个身体是属于色法，咱们这个心就属于空法，心法也就是空法。你得到这个空理，得到这个真空的理，就是心。身体既然是色法，它是由什么而成的呢？是由四大而成的。这个色呀，这个色身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积聚而成的一个色身，这色。那么要再把它分析开，这四大各有所还。咱们人到死的时候，火就还于火大，风就还于风大，水还于水大，地还于地大，各有所还。能把这个色就没有呢？是色即是空，色不异空。虽然现在有这个色相，将来是空的。所以啊，是吧？色即是空，有绕无啊。虽然是有啊，也和没有是一样的。色即是空，有绕无。色不异空，有绕无。空不异色，岂应殊？空不异色，空不异色，但是这个有体有用。空就是那空体，色是那空的用。这体用虽然是两样啊，可是它本来是一个。色即是空，真圆彻。色即是空，你要知道色就是空啊，这个真圆彻。你那个真的源头啊，你也得到了，也彻底明白了。空地是色，妄缘苦。空地是色，你要明白的空地是色，那么就没有妄想啊，没有妄想。所以啊，就妄缘苦。网就干苦了，网流苦，这个网的源流啊，干苦。又这个色即是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也可以说是啊，在你修道得到的一种境界。这个色可以说就是一种的美色。中文呢，这个眉彩，说出这个眉彩呢，这就代表啊，是男女的问题了。那么色不异空，这个所谓男女的问题，也就是一种，你要是啊，真正得到这修道。
这种警戒，这种快乐和这种色法的快乐是一样的，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你在这个修行得到这种的快乐，也就是啊，比那种啊男女那问题那种快乐还呀胜强百千万倍，所以这空不异色，空不异色啊，色即是空啊，即色是空。你在这个色上，你要能明白在空里了，不着住，不做取道，不取不舍，这就是空。不取不舍，也不受，这就是空。那么空不异色，空即是色。这个空啊，你在这空理上得到啊，这种啊真正的快乐，妄流苦啊，你这种妄想的思想啊，这时候就没有了。为什么？你得到比这种啊色的快乐更快乐，所以啊你把那种的妄想心呢就放下了。山河大地为实现，这个山河大地这是色法，这个色法是从什么现出来的？就从我们这个分别的实心所现出来。俺们如果把这个分别的实心能变化过来，那山河大地就都没有了。梦幻泡影入世，这个一切呀、啊、都好像梦，这个梦我们人人都知道，这个梦都做过梦，可是啊你问问他怎么样做的这个梦，为什么你就有这个梦？他就是答复你这个问题，也是似是而非的，不一定正确。他会的说啊、哦、我白天想什么晚间就做什么梦。回来他说哎，我回到以前呢见到这种警戒了，所以呢我就做这种梦。那么有的时候你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他就做这种梦，这又是怎么讲呢？有的时候你也没有见到这种警戒，那么你也做这种梦了，这又是怎么讲呢？啊，讲不出来了。咱们做的梦是讲不出来了，怎么样醒的这个梦呢？也是很糊涂，也是糊里八涂的，甚至于做完了梦不记得了，忘了。你想一想，俺们做这个梦啊，这是啊相隔连十个钟头都没有，就会把它忘了，忘了一点都不记得。所以啊俺们在前生的事情，说我不信有前生，我要是有前生，为什么前生的事情我不记得？你就可以拿这个梦来比较。俺们在那梦里边到梦醒啊，距离啊这个时间没有十个钟头，就会完全忘了。何况俺们前生的事情呢，又岂能完全都记得住呢？那个梦，我们人做梦的时候，假设在梦里边，在这个正做梦啊，这个梦里边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啊，说你现在啊，发大财了，做的大官了，你呀、啊、又有这么多的子女，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可是你现在这不是真的。这是做梦的，
这个做梦这个人呢，在梦里边呢，他不会相信你说这话是真的。我现在这个又发财又当官，子女这么多，财产这么雄厚啊，怎么会是做梦呢？他不相信。怎么样他也不相信他在梦中的是做梦呢？等这个梦醒了，梦醒的时候你没有人告诉他是做梦，他也知道，哦，原来以前我这个发这么大的财，做这么大的官，又有这么多的子女，有这么多的财产，原来是在梦里头啊，这显现的是做梦啊，原来不是真的。没有人告诉他，他也知道了，因为什么？他梦醒了。俺们现在的人呢，那知道也都是在做梦的。可是我对你说，你现在是做梦呢，你不相信。等你修道修得明白了，哦，原来以前我所做的事情都是做梦呢，自己原来没有做得主啊。等那时候呢，才知道了，才知道是，的确是以前是做梦，这是个梦。缓，什么叫缓呢？这缓呢，就是缓化出来的，缓速失，就是啊，自无化有，自有它又会化无，变缓不彻。可是小孩子一看呢，这种的法术是真的。那么成年人、大人呢，一看啊，哦，那他这是虚妄，那是一种假做出来的。嗯，认识也缓泡啊，泡就能水泡，这水泡没有好久它就灭了，无常的。影，这个影是人的影子，人的影子啊，是真的是假的呢？啊，这个影子你说它是假的，它又在这一地方存在的，你要说它真的，你拿也拿不着。这个影子看是看有个影子，你用手去一拿，拿不着。你说这是真的假的？你说是假的，它又有；你说是真的，又拿不起来。那么这个影子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是啊，由你这个身体的背面。这个阳面啊，就没有影子，是阴面。这个阴面呢，这个影子跟着你啊，你走到什么地方，它跟着跟到什么地方。这个影子啊，我告诉你，这也有一个比方。这个比方什么呢？这个影子啊，就比方一个鬼。好像这个鬼呀，你走到什么地方，他跟到什么地方。所以那个害怕的人，怕鬼的人，一看见那黑影，他就啊，心里就打颤的，心里就跳跳跳跳，这鬼来了，这是鬼啊啊！那个影子原来就是那个影子，可是这个影子啊，你这活的是个影子，你死了没有这个身体，那个影子就是变成鬼。你没有影子那方面呢，就变成神。可是这个神和鬼呀，并不是两个，是一个。你那个阳气足啊，他就跑到没有影子那边去了；你要阴气足，他就跑到有影子那边去了。啊，所以呀，你哪一边力量大，他就跑到哪一边去了。你善功德多。啊，他就跑去升天去了。你罪孽过多啊，他就堕地狱去。所以说梦幻泡影入世虎，也就是这样。圣无外求持中道，你不要向外持求啊，这都是在你自己这儿呢。
放下染缘即来如，这个写的如来呀，不是的，即来如，他们以为这个如来呀，这是个固定的名词，其实这也没有一定的，即来如，放下染缘。什么叫染缘呢？染就是染物了，缘就是这种因缘，你要把它放下。什么是染缘呢？就是咱们这个欲念，咱们这个贪心是染缘，嗔心是染缘，痴心是染缘，咱们这个杀生是染缘，偷盗是染缘，邪淫是染缘，妄语是染缘，饮酒是染缘啊，甚至吃药，吃那个迷魂药，这是染缘。你要把这个染缘离开了，这就是啊，和汝来是一家人了。既来汝啊，你就来呀、啊，到成佛不远了，所以这是来汝。成佛了，佛叫啊汝来。俺没成佛呢叫来如，我们来才能如，不来就不如。来到什么地方呢？来到佛这个地方，这叫来如。所以啊，他因为不懂这个来如，所以还写一个来如来，把这一切个染缘呢都要放下，就可以来如了，就可以如了。这个如啊，就是什么都合理了，没有一样不对的事情，什么都对了啊，就叫既来就是来如了。这个空，那是个真空；宰就是个妙有，真空不空，名为妙有。妙有非有，也就是真空。从什么地方显出来的一个空？从有的地方显出来的空，也就是从这个色法上显出来一个空。从什么地方又有这个空？也就是从空上显出这个色法，所以啊，才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就是说，真空不空，妙有非有。你在这个不空不有这个地方，要是明白了，这就是彻法底缘了。你这就是啊，真正明白佛法。好像方才说这个梦，你连这个梦的来源和去脉都不知道，怎么样有的梦？怎么样梦又醒了也不知道。所以呀、啊、咱们现在怎么生的又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你在这个不知道要是明白了，这就是觉悟。所以说呀，色即是空，真圆彻，明白那个真理了。空即是色，流苦，那个妄想啊，断了，没有了。所以，你要想明白这个空和色这种道理，在这个非空非色这个地方来啊，见识，在这个地方